我真的有看过死神少女。什么死神少女啊？奈何桥的守护者啊。他说如果我渡不了河的话，我就会变成这个。讲白菜偷提物件，我管你老爸老母，不要你了。他们不要不要我，我想要回家。如果一个人不想被抛弃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就是先抛弃他们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到10点，《死神少女》东森戏剧40台。